Ladies and gentlemen, start the gam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周银河新势力的豆花妹蔡黄如。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就是，我的天敌到底是什么？我天敌应该只要是所有的有八只脚那种很恶心，就是你会看到它想打死它的那种昆虫，我都会不喜欢，就像蟑螂吧，还有蜘蛛，还有像蜈蚣，就是。我觉得那种很毛毛的那种东西，我觉得应该每个女生都不喜欢吧。然后其实，可是像青蛙那种、螳螂啊那种小东西啊，看起来你不会想要去打死它那种。有些人不会想啦，可是我就会觉得还蛮可爱，我就会敢去抓它。就是对某些来说还蛮特别的，就是很奇怪。但是我真的最怕的就是蜘蛛吧，因为我觉得蜘蛛是毛起来就是恶心，反正就是不要让我看到蜘蛛就对了。好的。